愣不愣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什么呀？快乐大本营啊！你看那干什么呀？你看谁呀？看何炅啊！我好喜欢呀、啊，怎么办啊？哎，不是你喜欢他是吧？有什么用啊？你喜欢他，他能来咱们家帮你干活吗？你喜欢他，他能像我一样把厨房地板擦那么干净吗？他能像我这么精明，知道把电饭锅和马桶分开刷？哎，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、啊，媳妇儿，你看看我，你觉得我俩差哪儿了？不一样吗？不是你俩差哪儿？你不知道啊？真不知道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你俩呢？哎，就差这一壶开水。哦，他没我水量，是不是？在何老师脑袋上浇一壶开水，你俩就长得一样了。哎呀，老公，快快快，陪我一起看！哎呀，我不想看你。多好看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嗯，我订一条谢娜同款的裙子，给你订一套何炅同款的西服。你拉人家穿的衣服多贵呀、啊，咱买不起。你那过年不抢了2块5红包吗？添4-5千肯定够了。对啊，买，肯定买啊。能不能不咬手？我那手全是细菌，多脏啊！不咬了，不咬了，看别老咬手。但是我觉着啊，他俩那个咱俩好像穿不了。我觉得给你买一个杜海涛那一款，你穿上可能不会特别紧。讨厌死了！还咬是不是？是不是还咬？我这手上起个刺儿，我要是不咬下来，它出血了就。指甲刀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那指甲刀不让你剪脚趾盖了吗？那我的脚跟你手有什么区别啊？那不是没区别吗？生气呢啊！我跟你说，你那种行为属于自我伤害。咬个手就自我伤害了，你真是。你要是再这样伤害你自己，我只能伤害我自己了。不是，你怎么伤害你自己啊？你要是再咬手，我就扇自己嘴巴。不是，石蕊啊，我没听错，你就是说我咬一下手，你扇自己嘴巴子。对，没错。那你要这么说，你扇自己嘴巴子，我就拿脑瓜子撞墙，我一点不加特技，咚咚咚撞墙。嫌你脑袋大是不是？啊，你要是拿脑袋撞墙，我就地就把腿别折了。不是，媳妇儿，你们生气了呢？不生气啊，不生气，还把腿别折，多大气呀、啊！为你好，就不要再咬了。不咬了啊！看看呀，何炅出来了，真是，你说你还把腿别折。你要把腿别折，我就给我爸我妈打电话，我仨一起当你面把腿别折。逼我呢是吧，张薇薇啊？就你有爸妈呀啊？你要把你爸妈叫来，我就把我爸妈叫来，我们仨不加特地，咣咣撞墙。你一家三口在咱家撞墙是吗？对。我告诉你，你仨要是把咱家墙撞坏一点儿，我就把咱俩结婚证找出来，找出来我当你面我把结婚证撕了，咱俩就离婚。你前脚跟我离婚，我后脚再去找我的梦中情人。老婆，害怕了呀？哎呀，找啥梦中情人？老公公是你情人吗？还找，真是的。那为你好你不听？知道，别生气了啊！别咬了。哟，何炅又出来了。哎呀，真是你还找梦中情人？你要找梦中情人，我就把你梦中情人腿别折。你要是敢把我找的梦中情人腿别折了，我就伺候他一辈子。你要伺候他石蕊，我就薅你头发，我就踹你。你要敢打我，我就喊超人来救我。我妈，超人能救你啊？能，超人满天飞能救你、啊？能。我告诉你，只要超人来了，我就把那个裤衩扒下来扔观众席里头，然后把超人腿也别折。我伺候超人一辈子。我不仅伺候超人一辈子，我还哔哔哔、威嗡嗡发信号让外星人来攻打你们地球。攻打我们地球？你是哪儿的？你别管我是哪儿的。我告诉你，外星人不管来多少，一半脑瓜撞墙，一半腿别折。哎呀，太深了！别生什么，又哭了呢，别生气啊！我为你好，你不听。知道，这不咱俩聊天呢吗？甜言蜜语吗？怎么就这不抬杠吗？哎呦，不抬了啊！看电视来。哎呦，那何炅又出来了。我觉着杜海涛那个你穿上应该还是有点紧。你烦不？我哪？张薇薇，嗯，你在挑战我的极限和底线。呀。我让你不要咬，你还咬，逼我是不是？你干嘛？扇自己嘴巴呀！你跟我来真的？你逼我呀！那你也逼我呗。对呀、啊。
咋的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不加特技，看着点，嘎巴，别折了。喂，爸爸妈妈，哎，来一趟有点事儿啊。哎，好嘞，你给我等着啊，我也说到做到啊，石蕊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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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儿子，哎，爸，妈，哎，妈，哎，老伴儿，这儿子，咱儿子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啊，这儿啊，特别简单，儿子干啥你干啥啊，来，右脚放左脚前面，往右转，一二三，嘎巴，哎呦，咋的？哎呦，逼我张薇薇，爸妈，快点下来，人欺负我，咋了，姑娘？哎呀，干啥呀，姑娘？爸，啊，啥也别说了，爸懂，来。你爸一会儿就过去了。爸妈，来啊！我看着没，这是咱俩结婚证，是啊！我现在我就当你面，我撕，碎了，离婚了。你给我的机会，我的梦中情人，我找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就在元宵喜乐会。你有时间吗？我这会儿还真有空，可以帮我圆个梦吗？来呀，干嘛呀？这位先生，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女士为妻吗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愿意。这位女士，你愿意嫁给你身边这位男士吗？我愿意。你刚才你不搁电视里吗？怎么就出来了呢？这样啊，你觉不觉得有点对我有点愧疚？过来啊，什么也不用说，右脚放左脚前面。干什么？刚才怎么处理的？看见了吗？我又不是你爸妈，而且他叫你别咬手，那是对的。知道了。没事啊，懂事啊，不用害怕。来，今天呢，我照顾你啊，咱俩今天就在这把日子过上了。哎呀，石蕊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你还笑，你不惭愧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石蕊，你既然做到这个份儿了，我也说到做到，我薅你头发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耶！No, you can help me. I have you. 来，起来！我工作服，自己处理来，右脚放左脚前面，往右转来，自己喊，大包，干什么？啊！张薇薇，你欺人太甚了，逼我！逼，威我玩，我发信号了。你发信号了？你们怎么联络？我告诉你来啊！你脑瓜子撞墙，你俩腿别折，你一边撞墙一边别腿。快点！咔吧，咔吧。张薇薇，你欺人太甚了！我欺负你，你欺负我！我是不是为你好？你为我好干什么？我咬个手，你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你爹你妈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？你大过年的跟我吵什么架呀？你能不能不跟我吵？啊！我问问你，为什么？我你是不是有病？啊！闹元宵，有你这么闹的吗？啊！多大的人了！这么点小事跟你老公这吵，有必要吗？我还是你，啊，闹什么？一个男人让你媳妇儿有毛病吗？对不对？脑瓜子这么大，想事儿这么少呢？我听我话，你们地球人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叫家和万事兴，你们怎么做的？瞧我们火星人。多和谐，夫妻之间，对不对？相互包容一点，相互宽容一点，有什么不好？这道理我们火星人都懂，你们都不懂。反正我地球话也说不利落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我一看话。Forever love, 老公。人家火星人都懂的道理，咱俩还不懂。我也错了，不应该跟你吵。这样，大家都起来吧，何老师。哎，啊，何老师再见，慢走啊。互相再见。大家都起来吧。
哎，这大过节的把你们折腾来了，真是是对不起啊，老婆，他说的对。嗯，那其实夫妻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是我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呢。偶像永远是偶像，我爱的是你。我也明白了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啊。他说的对，家和才能万事兴啊。老公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嗯。世上最美最圆的。祝大家。